有不少经典歌曲受到许多粉丝喜爱，超强的现场演唱实力更被歌迷封为行走的 CD。 一日林俊杰也受邀出席担任第34届金曲奖的表演嘉宾，更献唱恩师林秋离的代表作品，让现场所有人都相当感动。超强的演出实力也让不少网友纷纷狂赞，实在是太会唱。不过也有网友好奇在 PTT 提问，林俊杰是靠什么唱到现在？有人偷偷露自己记得林俊杰出道很久了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让林俊杰活跃在演艺圈这么久，而且还红遍两岸三地。对此网友纷纷表示，俊杰不仅会创作，就连唱功也是一流，狂赞会唱会写，真的是音乐才子，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好听啊。Bye.